看见那盏绿灯亮了又熄，可我上班的时间快来不及，为什么没有出现任何缝隙能让我的车前进？下班的时间一直漂浮不停，准时回家需要很大勇气，为什么没有同时收拾东西？原来老板在大厅。也许每天忙着应酬和交际，忙着应付突如其来的三级，人理所当然的逃避，事不关己的问题就开始默默打太极。原来真实的社会如此不容易，原来我们和现实可以靠得那么近，那朝着改变世界的曾经却改变了自己，一层层的带起嬉皮笑脸的面具，又到假期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陪你彻夜狂欢的精力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明能睡到自然醒，电话别响不停，那就谢天谢地。是个极度虚伪的环境，到处看到同事拍上司马屁，求老板加薪，谁能给我勇气让我能养活我自己？也许每天忙着应酬和交际，忙着应付突如其来的算计，人无时不刻在攻击，是谁在公司里一直高风高雨太卑鄙？原来真实的社会如此不容易，原来我们和现实可以靠得那么近，那朝着改变世界的曾经却改变了自己，一层层的带起嬉皮笑脸的面具，又到假期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陪你彻夜狂欢的精力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明能睡到自然醒，电话别响不停。 Ring， 我真的不幸运。真的不幸运。